想那个魔头做什么？什么鬼？这玩意儿100%是中病毒了。再敢扯朕的头发，朕诛你九族。做梦了？梦？你不会是偷窥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九天雷术被触动了吗？但眼下此机关该如何驱动？退后，退后。小妖，你在做甚？谁想伺候你了？切！万恶的封建统治阶级！喂，麻烦送一大份香辣牛肉面，加卤蛋加鸭脖。对，就一人份。你若这么想伺候，不如帮朕沐浴更衣。你们这些剥削阶级，有手有脚的还要使唤人啊？怪的毛病。先说好，我就只管洗头。要不是看在你为我挡那一下，水温可以吗？要凉点可以调。嗯，这倒方便。东周也是我唯一的故乡。啊？什么？这魔头，这会儿倒真有点人味儿。对了，小妖。我忘了问，嗯，你怎么称呼？